奥运夺下银牌的柔道男神杨永伟来担任开球嘉宾。杨永伟站上投手球，还用了一下止滑粉，很有架势的投球，可惜投出了俗称挖地瓜的球路。他表示自己太紧张了，没有投好。星期五呢，还特别到球场去偷练。不过呢，今天虽然是开球表现不是很好，他也说下次应该会更好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林佩杰，稍后也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台。